不对，我弄下去。西红和盖王互相降临，决定众天共遭厄运。父母，但我敢神穿覆盖，我个弟母好，相信天正中去想法子降父母之灵。好，好，起舞，哦。危急之际，众人退避，如来亲施加压枪手，火海的龙击出行。正巧就会天地武功，紧张紧张，无生命地别待之人，请问下人可保全众人吗？先天的佛之技，要综合玄机。不盖算钱，无生降灾。如来有信心，扬起一张飞霄经。用地之间，心会好受。哦。恭喜，不管三万计。命里是非，惊天地地，地不如地。万不可以！难道他就不飘起？幸福一，其实应该的马回头时间，起舞哦，但在此时。不对，我一心力不转一体，体内正邪之力失衡散了，运用禁制之力挥用之中。那是啊，咱们就不顾之心回归，混沌的他深入邪灵一种。披荆天柱大地，飘，地在何方？我之心，祖母小心！啊啊！复杂的心，被小恨蒙蔽，陷入一念，最后一滴自我，也都将被吞噬。要失了我，因你要背叛我，因你要背叛我！哈哈哈哈哈！但在此时，却见天地显象，幻物摇下功，用天救将。不对，对，七年之内，众天小王不敢替来流动受阻，是当初攻打神门前的互相救世，总爱在此时义气，哼，好。请文星药师再睡。另外下次众天下翁问了一步，
中天小王究竟要去何方呢？